大家等候地老虎啦，不过还是来介绍一下，这个是青生苹果哦，属于早生的苹果，它颜色就是这样子，会带着黄黄的颜色，然后红色的斑纹这样子哈、哦。熟成的这个就是熟成的，它还没有熟的话，这个黄色的部分会有一点带青色哦。那我看来切开来看一下它的果肉的颜色如何。哦，这个哦，这个密度很高，很扎实，哦，那青森的数量也不多，所以我也蛮少吃到的。这也都是这次刚好幸运有抢到，来分享给大家。果肉是属于淡黄色，哦，加快没？哦，哦，青森带酸，哦，酸。果酸非常的明显，它的果实的密度很高哦，吃起来是脆脆的，蛮酸的，没有什么特别的风味哦，没有特殊的气味哦，算是早生种里面密度比较高的，大部分的早生种都是比较松散松散的感觉。哦，这个青森苹果，有带酸哦，也是好吃的哦。不过应该也是卖完了，哼，OK，拜拜。